崔永元爆料，范围旁枪，崔永元，看到你的材料了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崔永元爆料事件，由于某些原因，暂时安静了几天，昨晚崔老师又发微博指向了范伟。范伟以搭档赵本山出演小品走红，后和前者分家，开始出演影视剧，跟他搭档的很多都是美女，还和林志玲出演过大尺度片段。近年来，他也算比较低调，绯闻很少，今也竟然被崔永元点名，令人惊讶不已。网友纷纷表示，作为一个不怎么玩微博的人，现在每天都看崔老师，崔老师加油，昨晚甚至萌生出想辞职加入崔老师队伍的想法。崔叔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，要注意安全，真的猛士，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，小崔变成崔叔，铮铮铁骨，说是当今时代的鲁迅也不为过，其面对的艰险和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，挺崔叔。对于此次微博爆料，只是点名，肯定也是留了情面，对于此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